来看看有什么好料。哇，这根本就是原住民的丰年祭嘛，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们来请老板介绍一下吧。哇，老板，这个这么大块肉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我们山猪肋排。山猪肋排，哇，可以在夜市吃到山猪肋排耶，好厉害哦。这个是我们整个夜市里面只有我有这样子烤的，只有在西人夜市这边吃得到哦。那我们都是用炭火烤吗？还是我们是用岩木来烤的？哦，听说是用龙眼木，是是是，这成本应该很高哦。这个比一般的木炭呢、还要高。老板下重本哎，那这个是不是要烤很久啊？要烤这个热白最少要在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之间才会烤熟。所以美食好吃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请老板帮我们切一个来试试看看。好的，大家不嫌弃。还会飞。我还要加一下我们自己炒的胡椒盐哈，我这里有特制胡椒盐，特调的胡椒盐，是是是是。耶，马上来试试看看喽。肉质很 Q 弹，而且很入味，就是有冰冰过嘛。我们稍微有自己的古方来腌制，不是一般的咸猪肉，是我自己的秘方来去腌制的。加秘方，而且不会太死咸的。一般腌制吃到的咸猪肉都很少咸，会很口渴。是，对，我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味道，对对对。大家记得来新人夜市，要来阿乌旺原木熏烤，一起来找帅气的老板哦。在呢。